star. Yeah. My angel. Angel. And my girls. My sunshine.德国今年21岁，就读于南京大学。3号尚天宇来自山东，20岁，就读于南京艺术学院。4号校花胡文露来自江苏南京，22岁，就读于南京体育学院。好热闹哎！太精彩了！太开心了！冷静一下，欢迎来到校花朵朵开的直播现场，欢迎大家，我是石头。大家好，我是博元，我是喜欢看美女的 Juicy。当然啦，不只是你啦，我们三个都是。你们发现一个奇怪的逻辑没有？只要曹阳不在哦，女生一天比一天漂亮。是真的。哎呦，真的，他不在真太好了。对。哇，真的太棒了！现在美女来到我们现场，还有我们的国外的友人来到现场哦。所以大家刚刚看到了德国的美女也来到现场，虽然她现在还很不熟悉中国的音乐节奏，但是我想在中国的生活越来越深入，一定会交到很多朋友。一定是肯定。除了他们之外呢，还有陪伴我们的四位评委老师，来介绍一下啦。好，首先欢迎到的是我们的知名的青年演员孙兰，欢迎。好，当然还有综艺频道的美女主持人小何。衣服好可爱哟，还卖萌，还有综艺频道的美女主持人陈超，好美哟！哇，最后一位厉害喽，是2007年新丝路模特大赛江苏赛区的冠军，全国的亚军吴雅文，欢迎大美女！哇，雅文今天不。好像一个大风筝呢、啊，为什么？为什么？这造型很棒，它那个袖子底下都脱脱的感觉。哎，你看，对，你看，哎呀，颜色丰富，欢迎四位，欢迎四位，是开场那个。其实他们跳的开场那个曲子已经是韩国比较过时的了，是，但是今天他们的青春气息竟然让我们觉得这首曲子好想跟着他们一起再跳，重新焕发了活力，挑动我的兴奋感了哟。对呀、啊、来一个吗？那会啊，这个音乐会再响起吗？会吗？会有这个在音乐吗？这个音乐如果再响起的话，可能我们三个会一起来。你以为是干嘛？一起来啊，我要跟你们划清界限，一起来啊。我们动作都往那边来了，你不要跳，我要跟你们划清界限。干什么？来，不要跟你们学习街舞。One two three， 街舞。来，记，没有音乐，好尴尬。好，等一下就有音乐了。在干嘛？街舞。浑身都在抖了。请你，好累啊。请你在直播的时候稍微一点好不好？控制控制直播，干嘛老把我的这个点挖出来？直播有些责任我们是承担不起。我现在头晕，哎呀，跳的我的岔气了。是，好了，我对不起、刚才呢，我们自己工作压力也大，稍微发泄一下。那现在呢，有四位呢，给我们自我介绍，给我们深入了解一下，好不好？有请。大家好，我叫龚方圆，来自江苏海事学院。海事学院一个神秘的学校，对不对？还好，待会儿深入了解。是的，下一个，哎呦，你好，我是库尼亚，我是德国人，我现在在南大学习韩语。啊，韩语，我只想对你唱一首歌。You are beautiful, I'm so handsome, we are together, go to marry the。
Marry 什么意思？结婚。算了，不要再这样了啊！下，哎呦哇，下面这个两大电，两个大天线，米老鼠，好可爱的头发。Hello， 大家好，我叫尚天宇，是山东济南人，现在就读于南京艺术学院，今年20岁。哟，师妹，师妹，哎呦，好有活力哦！你好，你好，你好，很可爱。下一位，大家好，我叫胡文璐，今年22岁，来自南京体育学院。哦。22岁在里面已经算是最老的了，没有了，没有啊，没有吗？有23、24的，然后在哪里？对，马上大家就会看到了啊！好，那我们来有请小何来谈一下第一印象。对，哎，我觉得今天四位真的是好活力哦！就刚刚石头说他们在跳那个舞的时候，我们都忍不住要跟着一起跳，就跟那叽叽叽叽，好可爱啊！其实这首歌单放我们已经听腻了，一定要有画面感。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四位中最放松的应该是我们的二号坤雅，你看他的笑容，他的站姿就是跟其他几位不一样。对呀、他有的时候也会稍稍的，就是头歪一下，拨弄一下头发，就是很优雅。是啊，但是我也猜测他可能是完全搞不懂这什么节目，特别是刚好我们三个男主持在那边跳舞，有可能他完全融不进来，说那你们玩你们的好了。当然了，他都不知道直播是什么概念，他管他呢，往这一站。但真的是，我本来上节目前我是蛮饿的，没有精神，看到他们一亮相，我精神立马就来了。真的，后面还有更多精彩等着你哦。来，陈超谈一下看法。因为今天有来自德国的昆雅，所以让我们这个比赛好像立刻马上变成了国际化 international。 他们如果说是特别 cute 然后特别可爱的话呢，那我们三位男主持人就有那么一点点 funny。 Funny? Why? Why? Funny 怕什么？我们有 money。 哎，他没有啊，他没有。干嘛了？你不要老揪着他了。好了，新人工资是少一点，你老针对他干什么？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就是所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定在看节目的时候会发现他们每一个都是青春靓丽，而且最主要的是他们每一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这是非常非常好的。真的，就像陈超所说的，为什么我们有校花朵朵开这个项目，一个是让有美丽的，你还在讲什么？有钱呢、啊？美丽的有青春气息的女孩子在舞台上展现她们自己。是的，还有我觉得一些叔叔阿姨啊，包括一些哥哥姐姐工作的嘛，在电视机前放松压力，看到他们真的是什么烦恼，心情会很愉悦，对不对？对，没有对象的也可以。那些叔叔姐姐又再年轻了一遍，对不对？对呀、啊，对呀、啊。今天他们四个只是初次的亮相，在后面他们有很多的才艺要带给大家，千万不要转台。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回来，这里是校花朵朵开的直播现场，我是石头。大家好，我是博元。我是胖嘟嘟的 Juicy。 哎，今天有四位校花到我们的现场，从他们开头的亮相就知道他们有多可爱、多青春、多靓丽，所以我们一起期待他们接下来要带来的才艺，进入我们的花的代表作。My heart is going to pop. Kicks is the match. Yeah, it's a love. To be something I'm not. I'm a fool, our love. Cause I just can't get enough. I'm just a little big girl in the middle. Life is a maze and love is a riddle.A little girl lost in the moment. I'm so scared, but I don't show it. I can't feel it out. It's bringing me down. I know, but I've got to let it go. And just enjoy the show.谢谢，太可爱了啦！来来来来，公园中间请娃娃音，好可爱哦！哦，就。
你不提醒我，我刚喊龚方圆、啊，我喊贡丸、啊、贡圆贡圆，对，哎、贡丸是我弟弟。你没有在开玩笑吗？没有，我弟弟他自己给自己取名叫贡丸。哦，小名了，小名。对，没事，我们站在一起就是四喜丸子。刚才哎，那么可爱的一个，又娃娃音，长得又甜美，衣服又好看，哦，正好选择这首歌来契合他的气质，对，很符合。太会选，太会选。你本身学的是什么专业？我本身学的是那个物流管理。哦。物流管理是什么意思？对、啊，物流管理就是以前的镖局，替人家就运送东西的。哇，所以你是镖师？对，我是镖头，我是我们班班长，我是镖头。也不要这样，我们现在治安很好的、啊不需要会武术的来护送这个，就只要现在是在 对，现在是什么方面的？我现在是在某通讯公司做那个客服。哎，接电话的声音会不会特别好听？你这个声音接电话，那个人家不愿意挂电话的。对啊、有这种情况，有客户说：“哎，小姐，你声音很好甜哦。”真的哦。对。然后你就会跟他聊吗？没有，我会把这个录音交给班长，然后跟他说加50块钱。哦，加50块钱才可以继续聊下去。好像不是不是，就是说50块钱是奖励。对，是吗？是吗？是这样，不是这样，就制止了。对对，但是我听说好像是有规定的，说你们不能挂别人打进来的电话，是，所以说必须要聊下去，不用挂，用手按掉，对，我们叫钻空子，是，哎，你还有什么别的兴趣爱好呢？哇，我喜欢就是平常文的话就喜欢画画画，然后就是做手工做布织布、哦、然后武的话就喜欢跆拳道，然后养过最奇怪的一些小动物的话就是蜘蛛。哦，我们一个一个聊行吗？你刚才有、啊、哦对都出来了，这是蜘蛛啊，就是这个，是你养的。对，这只是其中一只。哎，树小妹妹，树哥哥直言呢、啊，嗯，你这个蜘蛛看起来好像真的不太名贵。家里抓的。家里抓的、哦？你是用抓的？我以为你是买的嘞。我也以为是抓的。我说被骗了，怎么买个这个东西啊？那怎么抓的？营养不良的蜘蛛。就是我初中的时候学业压力会比较大，然后我就是家里面又禁止养小猫小狗，我就看到有一次在自己在家看书的时候，就看到有一只蜘蛛刚好跳到我台面上，有一只蜘蛛跳到你台面，有一只蜘蛛，我讲清楚、哎、然后他就在那边，就是然后刚好旁边有个果冻壳子，然后就把它罩进去，然后就开始养它，然后就开始、哦、这是我第一只。我觉得你好神奇，别的女生看见蜘蛛都啊不就吓得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你还竟然能把它养起来，蛮奇怪的。真的厉害，你真的就不怕吗？对啊，不是，我怕突然间跳到我面前，但是它如果一直在那儿，我看到了然后我就会去抓它。那你有帮蜘蛛取名字吗？哎呦，我有取一号二号，后来养的太多就不记得多少号了。哇，蜘蛛箱被关囚禁在牢笼，都是编号来喊。然后那个，那后来会不会养的很大？不会，他们一般都是养大概两三个星期就会被就是被我弄死掉。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养它？你还要弄它，处死它们？我会就是把那个就是杯子拿开来让它呼吸，我怕它闷死，结果它就会逃脱。一逃脱，我去再去照它的时候，就会压到果冻盖，对，被压死。越狱就是死刑。对，胜我者昌，逆我者亡。很可爱，很可爱。哇，你还盖着把它盖。哇，你以后小心点。跟你讲，妹妹，我给你提供一个概念。第一个，抓蜘蛛，你不知道它是不是有毒。对，这危险。对，有些东西你是不知道的、嗯，你还不如去一些相关的宠物店呢、啊，你去咨询一下，好好的养一个什么狼猪啊，什么那种猪，又大又好看的，你自己好好养。我害怕。你还怕大的？我怕大的，我不怕小的。你就喜欢小的。对。你除了逮蜘蛛，还逮其他的吗？逮那些就是小蛾子啊，或者是就小飞虫。你就是个人肉捕蚊器啊！你就看了他，其实他就是有怪癖啊。对啊，哪天有怪癖？对啊，哪天我们就如果身上被盯着包啊，就把他带回家。小狗小猫不养，养蜘蛛、养蚂蚁那些干嘛？真的很怪，这种怪怪美女哦。便宜，然后又很好养。嗯，很好养。对，结果被你弄死。真的很抱歉。评一下麻辣评审团啊，孙兰，孙兰。对于你这个兴趣爱好，我不敢苟同哈、啊。漂亮，为什么？因为首先呢，这个蜘蛛在民间来说呢，它叫喜蛛。哦，对，如果有蜘蛛上门的话呢，就说明有好事儿。如果你把它抓起来，完了以后隔两个星期再把它弄死，我觉得这个事儿。
对于我来说挺不可想象的，我佩服你的勇气，但是就是最好以后还是稍稍扼杀一下这些奇怪的兴趣。好的好的，然后呢对于你这个人呢，我的第一印象啊，就真的镜头里看特别像一只小苹果，用八个字来形容你：娇艳欲滴，粉妆女拙，一个字，嫩。谢谢。哎呦，这又多了一个字。又多了一个字。哇，兰姐越来越有文采了啊、哦、哎，来陈乔点评一下。他真的是很粉嫩嫩，因为他一出场的时候，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他整个的外形，还没有张口开始唱歌的时候，觉得哇，这身衣服真的很适合他，海事学院的校花就穿得像个小海军一样。然后一开口呢，声音有一点娃娃音，而且他今天选择的歌特别特别好，非常适合我们这个比赛叫 The Show。 他里面也唱到说有一个小女孩，她站在舞台上也会有害怕的情绪，也是给自己一简句，这样用英文怎么说呢？ I'm also a little girl and I will be also a little scared。 哇哦！然后最后的归结点很好，就是 Enjoy the show。对呀、啊，你看见没有？我们的评委也要高素质啊！英文说的超溜的，你说有的评委就无聊就作诗，对，谁呀、啊？是谁？是谁？没谁？哎呀，不知道了，我们也没有的刻意。哎呦，真太棒了！哇，就刚才，哎，刚才你不是英文好？刚才那个姐姐的英文怎么样？非常非常的好。对，你现在在夸她，对不对？嗯。待会儿到下一个环节，你就会后悔的。好，谢谢。谢谢你，留个悬念。辛苦了，辛苦了，谢谢。谢谢工方员啊！接下来有请到的是，哎呦，德国的朋友二号昆雅带来一首歌曲，不是歌曲，诗歌的展示。来，哎、呦有请。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个小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新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拿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你技巧和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想象，欢迎你有新人中传援助，愿你采成时候的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哎呦哎呦，好用功哦。来来，中间请，中间请。我可能会错啊，欢迎电视机前的朋友纠正我，或者现场导演，这首歌应该是海子的诗吧，对吧？哎呦，对，开玩笑，播音主持白读的吗？刚才我问你，我说是不是海子的诗，我不知道，没学过。哎，要对说过的话负责任，对不对？对呀、啊，考，嗯，这首诗叫《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嗯，哇，听到他的音调，如果我们真的站在海边，会有一种似跳非跳的感觉。为什么真的海边要四跳飞跳？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陌生人，陌生人，没有陌生人，留住你的步，也不知道该不该留。赶紧，石头，你站在海边就会想到要往下跳吗？因为欣赏风景的，这个是讲风景的事。游泳啊？怎么了？怎么了呢？好，对不对？昆雅，嗯，你好，你好，来南京多久？你学，先问你这样好了，学中文学多久？一年，学习中文一年。学一年就可以那么厉害了啊！学中文一年应该沟通还是问题，他就玩诗歌了，啊、已经在唱诗了，不是唱诗，朗诵诗歌了。但是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什么？我跟你说，
这个本子一定有猫腻，我来看一下，它里面里面一定会有很多呀，注音在里面，想看一下了吧？哎呀！不要不要不要！算了，还是不要看了。是，照刚才那样继续发展下去，就是国际争端。对，所以算了，我们就问一些浅的东西啊。是，学语言只学了一年，那来这里来了多久？我现在在南京，二个月。两个月，二和两是一样的嘛？对，两个月一样了，很可爱呢。对了，那个名字叫坤雅啊，为什么取叫坤雅呢？在德国，我有一个汉语的老师，然后我的德语名字是 Cornelia， 和坤雅和 Cornelia 很像。哦，就有点音译的那种感觉，直接翻译过来。一般中文老师都是这样取的。来，那个。来到南京才两个月，对南京应该还蛮陌生的吧，不是那么熟。我觉得南京很漂亮的城市，很漂亮的城市，很漂亮的城市啊，很漂亮。喜欢南京什么？很喜欢。喜欢南京什么？我很喜欢玄武湖。玄武湖，玄武湖很漂亮，很漂亮啊。对呀。像这个天气去玄武湖就要多穿一点了。吹那个湖风容易受凉的。所以知道受凉是什么意思吗？受凉。不要再鸡同鸭讲了，我觉得他听不懂，他就知道就对了，对。刚才那首诗太长了，对不对？你现在有没有准备一些？哎，你古诗有没有研究过？古诗。古诗啊。不是躺在那儿的古诗啊。是读的。读的古诗。会吗？唐的古诗，唐的古，对对，唐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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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哎呦，又打开了神秘的本子了。看一下神秘的本子有什么？哇，来，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慌张薄心薄。我听不懂，很好哎，我听不懂，什么听不懂？这里面全是汉语拼音啊，你们听不懂。曲项向天，哦，大家看他每一个字都注的汉语拼音啊，非常努力，非常努力，用功，是，真的是很用功，而且音调，哎，就外国人也能看懂汉语拼音吗？也是要学的吧？他们因为他们的语系就是用英文去拼的，是，所以大概都了解，再加上声调，对，就了解了。哎呦，真的很努力，谢谢。我们来麻辣评审团点评一下，吴亚文。我好想请教一下，我每次点你我都会很紧张，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好想请教一下坤雅是怎么美白肌肤的，他的那个皮肤真的好白哦。那我帮你问了， How can you turn you white? You're so, so white. You're white. 怎么变白？ Your face white. My white. White. Not just the face, your body and your face. Your body. So white. In Germany, everybody wants to be tanned, not white. 哎呦，我不懂，想要翻译翻不出来。好了，这个无法沟通，下一个问题。我觉得坤雅来自德国哈，我觉得德国是一个很严谨的国家，然后我觉得你的美同样的严谨，因为你看他的五官哈。非常符合我们的三庭五眼的标准，非常的符合严谨，而且他的五官三庭五眼，这不是奔驰吗？对呀、啊，就是德国的感觉嘛，是吧？有非常挺阔的鼻梁，对呀、啊，薄薄的嘴唇，深邃的眼睛啊，非常的漂亮。谢谢。那上面美白那个问题和这个有什么关系？我太喜欢雅文了啊！谢谢你，一坤哦不，坤雅，谢谢你，谢谢，谢谢，谢谢，辛苦了，很棒，很用功。哇，有两个校花给我们的是惊喜连连呢，千万不要走开，后面更加有惊喜的节目在等着各位，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嗨，欢迎回来，这里是校花朵朵开的直播现场，马上有请到的就是我们的三号上天宇带来好友剑舞表演，有请。
女侠，好一段剑舞表演，太有品味了。选择的音乐还是《仙剑奇侠传》那种感觉，让你更像我心目中的女神赵灵儿。哎呦，真的，但是恕我直言，您换剑换的其实有一丝尴尬，你直接把这个剑从这个手移到这个手啊，这样，这怎么会出这个意外？紧张吗？我也不知道，因为这个剑穗太长了，然后缠住剑了，所以有点小失误。没事儿，反正也不是专业学这个。对，不是。今天的造型就是为了舞剑而设计的吗？有一方面原因，但是看起来像个 Mickey 吧。就赵灵儿的发型，对，两边都有。我现在发现，你如果一上场，把剑从这边穿过去，再穿到那个簪子，变成一个簪子，我跟你讲，那更有看点，好不好？试试看，怎么试试？试什么？变成章鱼小丸子了。太厉害了，很可爱，很可爱。那个你是学什么专业？你不是学这个舞剑方面的？不是，是学习影视策划与制片专业。影视策划与制片，具体是一些什么东西呢？对呀，我们专业学的还挺多的，然后像影视表演，然后影视创作，还有影视制作，就什么都学。什么都学呀？对，这个以后毕业出来杂而不精可不行啊。会专攻的。你现在有专攻的方向了吗？比较偏向于影视表演。对，影视表演。对啊，这样就不出来表演可惜啊。对啊，长得甜美甜美的。对啊，你一般喜欢什么样的角色？你觉得一下就可以拿住这个角色的要点，就可以驾驭？我还挺百搭的。哎呦，就是什么都可以。这个舞台上，没有人敢在我们三个恶人面前。哎，你们有点默契，我往这边晃了，你们两人卡在这边。好，再次跳，再次，一二三，再次来，好，一二三，哎呦，哎呦，到底干什么？有点猛，你要去哪边？往这边，往这边转啊！好，再去，往一二三，走。哎呦，这个舞台上，干嘛？你还公转自转？你在那边不动，你要站好。哎呦，这舞台上一点气氛全被你们破坏。你百搭是不是？对。笑什么笑，我都不懂，制造点气氛。马上我们就来搞一题，好不好？你敢不敢演？随便我，临场设置。既然穿成这样，我们就设定角色，退回到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古代的客栈，你是那个客栈的老板娘，有一位号称南海四恶之首的菠萝头月老三来到了你的客栈，吃完饭不付钱，你怎么治他？好不好？好，好，这样剑拿着会危险吗？演这段戏要带着剑，好吧？来，好，我会不会有生命危险？我随便你，管他，我出题而已。好，好，先生你好，你好，总共消费88.88元，请问刷卡还是现金啊？我没有钱。理直气壮，没有钱。是的，跑到我龙门客栈吃霸王餐。哎呦，我就是没有钱。哦，哥来卖肉算了。小二上。炸了。原来是南海四恶之首菠萝头月老三。老板娘，这个任务我们得罪不起啊。那看来只有让我亲自上了。不，我们的客栈还有一个人，叫霹雳腿赵博元。够了够了，冷静一下。好了的，好了的，再不拉住我就把必杀放出来了。你要放必杀，我们现场所有的人都会死在你手上。什么意思？快音乐音乐音乐。好了，不要这样。再这样突然就来音乐，我现在想到一个问题，再这样总裁领导都会怪我们。我们把一个新人调教成这个样子，不太歪掉了，歪掉了。谢谢你的配合。好，不客气。这个临场不乱很棒，我们请这个表演中的鼻祖孙澜来，鼻祖来点评一下。没有没有，我也是表演中的小辈哈，前辈还是有很多的。刚才呢看了三位的表演，我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呢，虽然我们三号选手呢，小荷才露尖尖角，但是你的表演呢，丝毫没有被三位，男主演的这个淋漓的气势所压倒。
因为你本身身上的质感，你的声音，你的清脆的嗓音，还有你很放得开的老板娘的架势，已经在整个表演中把你凸显出来了。我们的眼里看到的只有你，我们没有看到另外三位演员。你把霹雳腿教播员放在哪里？霹雳腿在我的眼里只是一个脚麻花在我眼前晃动，我完全没有看到他脸上任何的表演元素。好吧。那么另外我还想说一个是什么呢？我觉得呢，女孩子啊，既然你学了是这个影视制作哈，前途是一片光明，大可不必放弃，学以致用，因为等将来这个影视的制作行业是非常有前途的。等你做好了，带你兰姐姐也混一下。哎呦，我跟你说，你这兰姐真的不是开玩笑，又会影视制作，又会表演，你整个人就是个影视公司，你是个移动工作室啊！我就看你前途无量，带着我们都一起去闯一闯，好不好？啊，我知道你不敢。谢谢香天宇，谢谢。谢谢，辛苦了。哇，表演真的到现在一个比一个无厘头啊！下面有请最后一号校花，希望她能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惊喜。有请胡文璐，有请。哇、wow, 热力四射，我都沸腾了。还有你沸腾了，哇，这个一大个锅沸腾了。太厉害了，我们都沸腾了，嗨起来。他现在很紧张啦。对，这才是我们该看到的才艺。当然了，我不是讽刺以上三位，是他有他的特点。嗯，他是正规的才艺，是跳的真非常棒。谢谢。但是看你有点眼熟啊。大家可能在那个休闲频道体育休闲频道看过我，我是江苏南钢队的啦啦队，也是同曦队的啦啦队。啦啦队的哦，你是学什么专业的？我是学表演专业，然后现在是在做，主要做就是啦啦操、啦啦宝贝之类的。哎呦，我跟你讲 ，Juicy， 你可能不熟悉我们江苏地面。嗯，南钢队真是我们自己的宝贝队伍，厉害哈、哦！里面篮球队员不仅打球打得好，长得也帅。身材又好哦，对呀、啊，肌肉彪彪的。对，有没有？哎呦，遇到那种男孩子真打球太帅，你喜欢打球的吗？喜欢，超喜欢打球的。而且你们、就是、很阳光，很干净，然后给人感觉就是很有安全感。啊，是，你们在场上拉拉操也很吸引他们的。对。说实话，有没有要号码？特别是那些明星。有。是，你搓什么？要的是谁的号码？这个不能说。哎呀，怕什么了啦？大家都是公众人物，对吧？就是不大好。我们都是公众人物，经常在节目要号码。什么？啊，对啊，对不起，我们比不上他们。对。不是。有哪些真人是帅的？真人帅。对，打球你觉得很帅？那个孟达和伊利，对，非常的帅，对他们的投篮还有组织能力非常好，还有胡雪峰。对，伊利和胡雪峰我了解了嘛？对，伊利我也不太了解，你可以试着追一下。那个孟达不要了，我昨天才见到他老婆。伊利也结婚了啊、哦！好，没关系，很有青年的一些篮球运动员，你可以接触，好吧？听说你获了很多奖项，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对，就在这个节目之前，星期天刚刚参加了江苏省啦啦操锦标赛。之前五月份的时候，代替中国队去了世界啦啦操锦标赛。是哦，有照片给我们共同分享吗？有哈、哦，我们来看一下。还有，
这在哪里？这个是在美国奥兰多，对，奥兰多迪士尼。这个是女子舞人，女子舞人技巧，对，我是大底座。哦，他是 bass， 我是 bass， 我是抛人的，他不是 flyer。 对，哦，最下面的站在下面，他在下面举人，下面的那就很能扶人咯，力量应该很强。对，我可以抱起石头哥。吹你，开玩笑，不可能，怎么可能呢？公主抱，公主抱，公主抱，人家难为情，马上就抱，就抱看，真的，哦，烦死，嫂子在电视机前看。一二三，哇，好厉害哟，哦！石头，我没你抱你，你这什么表情？太厉害了，真的是被女生这样抱，其实有点羞辱感。叶兄，但是呢，如果你可以抱起我，哎，把你当成神，是。可以抱我，可以试一下。算了，我不想试。现在可以试，现在可以试，现在想看吗？真的会断的，真的。算了，我自己不想看了。他自己 Q， 他自己。你抱不起来啦，啊！哇！起，不行，他会断，安全，不要再勉强了，好不好？那这个他已经很棒了，抱我，陈超，点评一下。Juicy 不敢让我们的四号纹路来抱，是因为你看他们俩站在一起，就会觉得，啊，哇，如果一抱上，是不是他那个小腰就要折断了？太纤细了，嗯，真的爱运动的女生身材尤其的好，你看比例，包括肌肉线条，这是我们真的羡慕啊！而且刚刚那段拉拉操太专业了，谢谢。可以去到像美国奥兰多这样迪士尼去比赛，也是有原因的，因为技术真的很过硬。谢谢，也谢谢胡文璐的精彩展示，谢谢，辛苦了。好了，跟大家预告一下，千万不要走开，因为在广告之后会有很非常奇怪的考验在等待着的各位校花，到底是谁呢？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回来，这里是校花朵朵开的直播现场，我是石头。大家好，我是博元，我是超可爱的 Juicy。哎呦，什么情况？你好好对镜头干什么？我们讲，换你。哎呦，真的亲吻都不协调，真的。好了，什么？刚才跟你说了，有非常奇怪的考验，马上进入我们的校花大考验。哦，大家可以看到了，我们四位校花呢，她已经坐在位置上了。哦，大家看到这个摆设，肯定又知道了汉字听写，一定是啊，当然不是。哎。今天不是不能老走这个老路啊，我们得涉猎各个地方的文字。嗯，今天我们就考验法语。哎呦，厉害喽！法语是开玩笑，不可能的了，好吧？啊，考验英文。哎，而且刚才大家从这个英文的展示就可以看出来，全场英文最厉害的是谁？谁？博远。啊，是我。不是，说的对。不是的。陈超了。哦，是。我再次跟你们介绍一下超姐。南京师范大学专28，哇，专八太高，专八同步直译英文，哇，同声翻译，他的英文是我们现在全频道乃至全总台的名列前茅的。我跟你讲，真的，今天就由他来出题。会不会说的有点夸张？当然了，我确实是英文专业的，确实也考到了专八。你说的那个同声传译，你知道有多难？管夸张就是我的本事啊！到时候如果观众写信来骂你，那是你的问题啊，对啊，那就看你读音准不准了啊。那这次考验要不要石头一起考？这次考验的有 Juicy 来参加。为什么？对呀，啊，你看你经常跟我唠英文啊，平时我带你带个汉堡的，给面的 hamburger， 你每次对呀，啊。你就正常一点，好不好？好，对呀，啊，你英文这么棒，你一定要来啊！那我们这次彻底打乱了 ，Juicy 来参加。对呀，啊，那我就来惩罚，怎么样？江湖上的霹雳腿赵博远，这次换一个惩罚了。我的霹雳腿太厉害了，怕把他们踢伤掉。这次我们来换氮气惩罚。哎呦，厉害了！来，你不要留情面，你这个公子最喜欢留情面，我不希望看到情面二字。好，没问题，背上氮气。好，为什么这么用力？各位准备好了没有？我们要开始出题了。好，哎，你怎么脚底下有那么大板子？什么人用什么板啊？你这个大一点的，好吧？嗯。Your pen 啊，好 ，OK， 有了啊。准备，陈超请出题。好的，第一道题是你们日常生活当中都会接触到的，女生都爱吃水果。听好了，第一题 ，strawberry。strawberry， 各位必须看哦。草莓啊，各位不喜欢。这个单词应该是非常的了解，非常熟悉，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草莓富含维生素 C， 女孩子都很爱吃 strawberry。陈超，待会儿你来判断对不对哦？这个你都不可以吗？不对，我没有答案啊。五、四、三、二、一，好，来把板子一个一个亮。Strawberry， 陈超第一个对不对？没错，没错，第一个正确。Strawberry 是有错一个字母哎，哪个 ？S T R A W。霹雳腿。太简短了，够了够了够了，太长了这个。好，对不起，你的天线都白了。下一个，昆雅是正确的，没问题，没问题。哎哎，这是口英文，昆雅你，昆雅是德国人啊。对呀、啊，人家的母语是德语，但我们也是从小学英文的嘛。对，那怎么样？他就当玩，他又不知道是在做节目。下一个，方圆 ，Strawberry。对吗？为什么你说出来的感觉好奇怪？因为我是主持人。对了对了啊，对了吧？对，回答我了，换我了。江江 ，Strawberry， 有没有人想看你的？对了，对了，对啊，对了，对了，对了，耶耶！哎，正确正确，第一题都很不错。找一首歌，就是英文很棒。第二道题我觉得也难不倒他们，因为我们一般做英文开场的时候，经常会说到 ladies and gentlemen， 所以第二个词是。Gentlemen 很流行啊，现在一句话很流行啊，一句歇后语啊。是什么 ？Mother, father, gentlemen。对啊，很棒啊。但是要做到 gentlemen 还是蛮难的，因为他要有学识，要有礼貌，而且还要被人信得过。你到底是出题目还是在主持啊？我有职业病啊。你职业病又犯了。我习惯了，我一定要多说一点。亏还是第一个完成的。四、三、二、一，好，一个 gentlemen 对吗？正确，正确。哎呀，好想喷他，就喷不到。第二个 ，gentlemen 对吗？这个你还要问我吗？错了，哪里错了？不对啊，对了吗？我真不知道。你看，正确。你在惹我是不是？第三个，开。昆雅正确。这个昆雅正确，你 ，gentlemen 对吧？正确。哎呦，都正确，你。错了，我是对的吗？错了。什么？中间为什么要隔开？哦，不是隔开啊，那是 L 吗？哎呦，我写哎呦，哎呀，有个勾啊！天呀，喷错了，错喷喷，服务员，哎，你这是来报仇的，而且是 GLE 啦，哦，写反了，你在泄愤是吧？喷这么大，好，第三题，第三题 ，muscle， 好常用，但是好不会拼呢，肌肉啦，快点哦。五、四、三、二、一，好了，把板子立起来，立起来，立起来，一个个来。Music， 正确，哪里是 music？ Muscle，、对了，对了，正确。那正确，第二个。一说完正确，你知道吗？三号好可爱，看看四号都你也对了，正确，对了，正确。哎呦，都是惩罚不到他们，来来，你肯定是正确的吧？昆雅正确，正确，正确。旁边还有个笑脸，这个对吗？当然对了。M U C， 少了一个 S， 少个 S， 喷喷喷 ，M U S C L E， 因为我被刚刚他那个笑脸所迷惑了，因为这个确实是，我真的太常用，但是我真的不太会拼，对呀、啊，对他的拼写，你看，那你为什么要参加这一轮？我不知道，被他陷害，被他陷害啊！开板，你看，妈手，什么都，哎你等我走再喷好不好？我在他前面，把你也喷到了。发型乱了呢，还抹手？你是不是在舞台上面太热了，所以要凉快一下？真的把我气死了，还中文直译的，还。我觉得下一轮可以先看昆雅的，因为他就是标准答案了。好好好，来来再。接下来的词请听好了，平常都会用到的 ，dictionary， international， 字典，不许看哦，这个好难哦 ，dictionary， 这个虽然常用 ，dictionary 我们经常用啊。你不会英文的时候，你不带着字典吗？我干嘛要带着字典 ？Dictionary， dictionary， 它拼写很长，我是记得的。但是它有音节，特别好拼啊。Dictionary， 好，五、四、三、二、一，开始。先看你的好了，哎，你有没有什么挑战性？来，翻看。我们先看昆雅的。Dictionary， 对吗？
D-I-C-T-R-O-N-A-R-Y 完全正确。 Good， 你呢？正确。 Dictionary、英文都太棒了吧，一个个。 Dictionary 这个错了。这个错，没有 A 的发音啊。没有 A 的发音，喷了喷。好，喷的大脖子都有霜气在飘出来。好，这个啊，这个不看。看看方圆呢、这个Dictionary 正确，正确。Juicy，、Juicy， 讲讲讲讲。然后、这个自信啊，我对了，对吗？对了，对了， yeah. 确实对了。你傲娇的样子，哎呦，把中还我对了。哦，谢谢各位，也谢谢陈超的出题。这个题能看出来，其实几位都不错哎，是真的，程度都很好。是是是，我们来听一下评审团的点评啊。各位可能也没什么话说，因为是英文嘛。最好的这个陈超已经出过题了，待会儿只会产生一位日冠军，到底是谁呢？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回来，这里是校花朵朵开的直播现场。广告之前就提醒各位了，马上要诞生今天的校花日冠军，请小何来评点加揭晓。哎，我头发有没有乱？就是没有，刚刚在广告时间我们四个人都很纠结，大家有争论，就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特别特别喜欢的校花然后终于在刚刚一分钟前有了结果。现在对今天四位的表现做一个总结。一号方圆姑娘，我觉得你很可爱，就像刚刚孙兰说你像个小苹果，但是我看到你内心，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姑娘，你知道如何很好恰到好处去展示自己的可爱和萌。那还有二号坤雅，哇，在舞台上真的好亮哦，你让我们见识到一位德国女郎的所有的漂亮的一面，而且我非常欣赏你的那种淡定和温闲的那种感觉。还有三号尚天宇，今天这个发型很可爱很俏皮，你刚刚的才艺呢也让我们很刮目相看，没想到你会舞剑，我觉得你的声音也很好听，就是应该说是一个全方位的选手。四号一出场你的笑容就把我们征服了，他可能平时会有点低调不怎么说话，而且平时呢就感觉他可能也并不是很开朗，但是只要一在舞台上一跳舞，哇，简直就是一个小太阳照亮每一个人。其实今天四位我觉得你们都有足够的条件去晋级，但是比赛就是这样子，不管怎么样另外三位也不要灰心，因为接下来会有更多美好的事情在等着你们。那所以呢，刚刚在广告时间我们四个人讨论结果，今天可以晋级的选手他就是三号选手尚天宇，恭喜你。恭喜尚天宇。你头那么大我要怎么带的，这个要花王上面会有难度啊。干嘛了不真的尚天宇，你自己调整一下，你自己调整头那么大怎么带，对不对？你给他带的也太过分了啊。带一边就好了，带一边就好了，这就是我们想看到的。各位所有人都可以帮他带，对，各位校花多团结，所以我们在此要谢谢其他几位校花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和快乐。是的，是，再次感谢每届给各位校花提供的美丽造型，让我们下期校花朵朵开再见，拜拜，再见。